较齐全的。对不了焦，八块。礼物袋耶，Harry Potter。这个不知道是小的还是大的，应该小的六块。知道了，下面这边真的比较齐全哎。这个是侧背包，这个是后背包。后面有毛衣。毛衣跟围巾都有。还有西洋旗。Yeah. You should just say that you weren't. 这个刚好看过吗？金炭子的笔，十八块。Can you leave it?跑，看一下哦，100块。
终于看到 postcard。哎，不对，刚刚有看过这个。刚刚那支笔。We got one of those last time. So you actually are a Harry Potter fan. I'm a super fan. I do like them. I like the older movies. I mean, the newer ones, I mean. You do? The grown-up one. First one is kind of... 真的很多耶，这个18块，这个有扫把跟杯子的，25块，奶油啤酒刚好像有拍过，对不对？18块，这个也是18块。看我都不敢讲话，15块。这个多少啊？哦哦哦，这还有青蛙哎！这个25块。哎呦，金探子是20块。上面这个24块。这个巧克力蛙也是会变的，这个25块。套不进去。它上面有超级多款哈利波特的袋子，2.5块。这个报纸很不错，里面居然是绒，有一点点绒的感觉。去一下餐厅，这里还有哎。好可爱，15块。哇塞，这个是会显示跟不见的，太帅了吧！这多少钱？才10块。喜欢这个12块，15块。这个质感其实还不错哎，25块。刚都没有发现它居然是有各个学院的球，它也放得太隐秘了吧。史莱哲林的杯子，我现在才发现这个笔记本跟之前的不一样，它内页翻开还是有东西的，半只，这是凤凰吗？20块。
又只是一颗球，15块。它是可以打开的。哦，里面有纪念币，还不错。这边还有 postcard。20块，没有什么吗？这里是商店。听说奶油啤酒很难喝，但如果拿奶油啤酒的话，他会给杯子。OK, thank you. 听说不好喝，但还是要喝一下，毕竟会送这个杯子。但他的杯子是塑胶杯。送杯子还是喝一下好了。不会不好喝啊，它上面真的是很像奶昔的奶泡。下面就只是，下面都长得像可乐。这个洗杯子的工具超酷的。